10月29日，陈奕迅、容祖儿、蔡依林、罗志祥等歌手出席了在香港举行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颁奖记者会。有请张敬轩。跟随我们有请容祖儿。Eason表示，最近自己没有太留意乐坛的走向，对于谢安琪、张敬轩这代新歌手不是很了解，但听众多些选择总是好的。比如说谢安琪啊，王菀之啊，那一代啊，车田啊，然后不知道轩仔，我不知道张敬轩会不会。我其实我不太了解整个乐坛的走向，现在流行什么，其实我觉得好像他们的成绩也不错，所以就多一点不同，不是老是那几个人在台上，我觉得应该是好的，就感觉比较新鲜一点啊。终于啊，方大同，还有听说 Juno， 他们也跟我说，当然啊，Juno 啊，方大同啊，做得很好。享受工作过程的容祖儿表示，自己只是希望借着歌声把自己的想法和努力表现出来，至于其他的都交由公司来处理，得不得奖其实并不重要。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我享受的过程，或者是我觉得我有把自己的想法或者自己的努力在那个时候用得最好了，其实已经 OK。那往后的所有麻烦的东西我就让公司帮我处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所剩下的时间也不多，除了工作我想不去管那些很麻烦的事情啊，拿不拿奖的事情，如果有奖的话当然开心啦，如果没奖的话也继续做嘛。那我希望我接下来的时间不用去担心所有东西，我可以好好的享受自己的生活，